叫了什么香菇跟那个你们的招牌煎米粉，两个都是喜欢吃的。吃过吗？没有吃过，第一次。第一次，好吃吗？好。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米煎那个蛋拿来包那个米粉，然后里面还有料，还有虾，还有鱼饼，还有猪肉。会香啊，然后还放猪油。然后那个干公呢？干公会太辣吗？还是刚刚好？刚刚好，他的把辣椒很香。不错。他把他假如有过来，我要尝试别的。对，假如有跟我孩子他们来，可能会带我孩子，还是我女儿他们来。但没有，